世界第一球王，被誉为大魔王的一世球神林洋。二十年前，因为在比赛中使用违禁品，被终身禁赛。而如今，世界纪录依旧是他保持的。7年大满贯，无人能打破。林洋消失的20年，至今无人能打出超音速击球啊！是啊，这些年乒乓球赛事确实在走下坡路。而且我至今相信，林洋啊，他绝对不可能使用兴奋剂。我始终感觉林洋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导致他没有使出全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医生，你女儿这个病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打球了。医生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医院不是慈善机构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我建议你尽早放弃治疗。医生，哟，这做的还挺真的啊。这可是冠军奖杯，怎么才值50块钱？这一个镀了金的假货，能值50就不错了。哎呀，这还是个冠军。傻瓜。林阳，你还想不想干？不想干，赶紧滚！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木木，医生说了，你的手不能再打球了，再打的话可能就真废了。我已经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。你也知道，爸爸赚不了什么钱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叫你，不是因为你赚不到钱，而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，配得上爸爸这个称呼，一定是一个伟岸的人，为国争光，死而后已，为民族而战，奉献一生，比如叱咤球坛的大魔王林洋。你这种普通人，不懂打球这么的多。国家有难，命我可以不要，但这场球我非打不可。木木，这颗球里不只是输赢，还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，是一个民族的尊严。手没了可以苟延残喘，但尊严没了，只有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。木木木，你的手再不治就真的治不了了。松开。木木。宋本生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不是说这是你们的国球吗？不是说在大魔王的统治之下，一球之下天下无敌吗？依我看来，也不过是虚有其表啊。你上来。木木，我知道你养大我不容易，但个人生死和国家荣誉之间，我永远选择后者。如果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崇拜的偶像，叱咤球坛的大魔王，他便不会阻拦我。林师姐，打爆他！林师姐上场了，这场看来是稳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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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老林呐，你有这么个女儿你就知足吧，要我看呐，她今年肯定能进省队，还有这个叫什么松本的马上就屁滚尿流了嘛。木木，这场难赢啊。呀，木木，没事的，师姐一定是没看清楚。对，师姐刚上场还没热身呢。再来。再来。不行，木木心气乱了。哎呀，这针可真难穿呐！这针难穿，是因为没有找到弱点，找准弱点，全力提速，一下就穿过去了。哎，还真是，这一下就穿过来了。找准弱点，全力提速。找准弱点，全力提速。好球！老弟，运气不错。好，漂亮！好球！本局松本输。赢了！在这片土地上，你们想从我们手中赢球，不可能。也不过如此。输的人恐怕没资格嚣张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刚才只不过是热身。既然在你眼里，大侠在球桌上天下无敌，那我倒是有兴趣和你玩玩，就怕你不敢玩。你想怎么玩？不行，你的手，打到你服气为止。单打球没有任何挑战性，要玩就玩命。你若是输了，每一局一根手指。啊，师姐不行，你的手本来就敢玩吗？打他绰绰有余。那你输了怎么办？我输了命也是命。我还要你为大夏乒乓球道歉。很可惜会输。东营第一人，球探猎杀者，东营七年大满贯得主春上。不是你跟我打，我和你打，我只不过是个教练呀。让东营国内大满贯得主和师姐打，哪里有胜算？你们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那你们可以选择不打，只要你从我这里钻过去，并且承认你们大夏在球台上也不过如此，我就可以考虑不打。师姐，绝对不行。对呀，师姐，你面对春上的实力完全没有胜算啊。实力不够就不要硬上，逞强只会让你的翅膀跟着一起折断。你们大夏的球坛的确很强，不过是当年大魔王那一批的顶尖选手，而不是你们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玩意儿。你们大夏有一句古话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。如今我东营起事，你们只能乖乖的做人，无论是在这个小球上，还是在整个地球上。哇，打师姐不要命了？哎，激动啥呀，让孩子们玩玩嘛。命我可以不要，但这球我一定要赢。
和我差十个等级，刚才要不是有人指点你，你连站在我对面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刚才赢靠的是我自己，靠的是我常年日积月累的训练，靠的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惊人的天赋，靠的是我们不服输的心。我罚的球你接不住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接。别小看我。一直的力量。木木，我说了，我罚的球你接不住，我的球速快，力量强，整个世界上唯一能赢我的，我也只有传说中的大魔王。很可惜啊，传闻中的大魔王已经被永久禁赛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的被永久性禁赛吗？因为我们打不过他，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出问题的人。他没有用违禁品。有没有？你说他打球是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为了国家荣誉。错，是钱。有钱鬼能吹木，我们只不过花了一点钱，又动用了一点点的手段，他就被永久性的封赛了。现在这个被封禁的大魔王估计连稀饭都喝不上。大魔王又如何，乔谭神话又如何？你们真卑鄙。卑鄙，成王败寇而已。待会儿你输了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卑鄙，我会把你变成我的一条狗，让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多卑鄙。大夏人魂宁死不屈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给我狠狠的教育他三成功力。三成的功力，太君，不，你这种废物连一个球都接不住，你拿什么赢啊？啊，会赢。师姐你不要命了？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呀。这可怎么办？就没有人能拦住他吗？也许只有当初的大魔王才能真正赢他吧。天子守国门，君臣死社稷，为国争光，死而后已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这么多年因为我奔走求药替我治好的手又被我弄废了。木木，爸，您的养育之恩我来世再报。水生，给我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，拿出全部的实力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怎么办？这一球，石城的功力若抢劫，我葬于虎，他都得支离破碎。来，
住手！下面我来打。木木，别说，别说。你找我干什么？照顾好他。爸，不行，我签了生死状，这球我一定要打。他们说了，生死状可以换人打。可是林叔，你根本不会打球呀，上去也只是送死。是啊，喂，看来你们大家是真的没有人了呀！啊，居然逼得你一个打扫卫生的出来和我们打。你们好了，我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想为你女儿出头是吧？没有关系，所有的球拍都在这里，任凭你挑选，可别说我们欺负你。这些球拍都不行，连球拍都不会选，还出来逞英雄？你知不知道球拍的各种数据弹性标准越好，打球越有力？我知道。你要拿这个做球拍？打他，这个就够了。你，我的球速度快，操，整个大厦能接住我的球，你有办法？我知道，你的球之所以力量大，是因为球速快，接近于音速，就算能够看到球，也不一定能够接到。原来不是一脚，既然如此。其实破你的球很简单，只要比你更快，比音速更快。超音速击球的确有人可以做到，但是整个大厦只有曾经的大魔王可以打出这样的球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想在你女儿面前表现出一个废物父亲的作用，但是这里是擂台，这是比赛，我怕你不够拼命，让我给你加点料。爸爸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女儿输给了我一根手指，从今以后，她再也不用打球了。木木，起来！接下来就是你，还有你所有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！木木，这一球，12年的功力，速度。无限接近于音速，找死！你说居然会一代就是大魔王的绝招超音速击球，这真的是超音速击球啊？不可能，刚才肯定看错了，这只是一个巧合。原来你就这点实力，在这片土地上像你这种土狗根本不配叫嚣。瞧你除非呀不过是赢了一个球就打放一次，你用是现在人输叫我一声爷爷，我还可以考虑看过。一会儿你就知道谁是爷爷了。等下还在跟这个废物废什么话，让他看看我们东营的厉害。花的巧是接不住，我好心劝你认输可是为了您好。我林阳的字典里就没有认输这个词。
小乔不是吃八角，看招！本局林阳胜。来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们大夏有个成语叫做暴脏教区，我觉得挺适合的。我要打到你满地找牙，有什么招就使出来了，我陪你们玩玩。手。头，这是 boss 大人派人送来新研制的药器，这是我们时隔多年的复仇之战，只能选副王手。侥幸接到了我的球，愿赌服输，怎么想赖账？就是不想买了，买了。东营还是这么不堪一击。和尚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你连枪都打不过吗？竟敢侮辱我们东营，你是活到此乃完了。那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人。鱼上钩了。本局林阳胜。上，你这个废物东西，你若是打败不了他，那你就先赴先罪。苏凡，你无耻，这是违禁药物。我不使用这个啊！你们大夏的大魔王不一样，只要能赢得这一场比赛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和尚，去吧，以血填池。你现在要是向我认输，跪下磕头求饶，我就勉为其难结束这场比赛。现在的我，就算是用鞋底当牌子，都能打赢你。和尚，你跟这个没用的废物废什么话？赶紧把他给我打败！决赛球了。你的球速好快，是之前速度的三倍以上。完了，林叔扛不住这球啊！啊！怎么不嚣张了？啊，不就是会超音速击球吗？你还真把自己当球神了？告诉你，今天就算球神在这儿，也打不过我。这局你赢不了。铁子找的。爸，这一球你接不住。你说。你说不要接啊。一个运动员应该为了国家，为了荣誉，全力以赴。金钱、名利、势力都挡不住。本局林阳胜。不可能，我召开了四朵，你竟然，他竟然还隐藏了实力。天黑了，比赛该结束了。本局林阳胜。醒了，醒了，你玩阴的。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你太弱了，在大夏这儿是最初级的地方，
你要想挑战，应该去小学、去公园、去社区楼下。滚下！你这个废物东西，给你价钱都不中用。这才是大夏乒乓球。行了，不要，行了。这个废物浪费了 boss 大人的心血，见不得光的东西是赢不了的。你不用得意的太早，你是赢不了我们东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等着你，不过你永远也赢不了东营，也永远赢不了当下。我们走。雷师问，你可太厉害了，居然还会超音速击球。可是您这么厉害，怎么不亲自教师姐？原来他一直这么厉害，可他为什么不让我打球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我的父亲是如此的厉害，你却要一直隐瞒。我苦苦求你让我去练乒乓球，你却有捷径，从不让我走吧。为什么你连我都不告诉我？木马，爸爸是有苦衷的。我，你有什么苦衷？我知道这些年你为了我有多么的努力，我理解你。但你明明知道我热爱打球，你却再三阻拦。为什么？你说呀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我明白了。什么？一个小小的破馆，你和春上，这个药，对方实力很强，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。新研制的药呢？依旧是输掉了比赛。师傅，我们这次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，更是我们东瀛人的事情。不二请求，师傅出山。你展开来说说。我们本来就要赢得比赛，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，我们输给了一个在乒乓球馆扫地的。什么？对方是一个会超音速击球的人，球速很快，就连春山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还侮辱我们东营，永远我们东营永远赢不了大夏。你说什么？超音速击球？是的，师傅，就是此人。当年俄玉他皆是国际比赛的运动员，他卫冕冠军，而我从未在他手上拿到过一分。我是个可敬的人士，多年以来我闭关修炼，就是要与他一决雌雄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他居然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馆里扫地。看来是时候会会我的老朋友了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为什么不说出来？木木，打球不是为了求胜于天，而是好久不见呐，大魔王林阳。林阳。这是高桥，是那个拥有东瀛至尊的乒乓球手高桥。他可是自一代球神大魔王以后双大满贯的获得者，金牌获奖者位列第二。高桥的球技力量和速度并存，自大魔王竞赛以来，他卫冕多次比赛冠军，他的实力和大魔王不相上下呀。话说东瀛至尊不是闭关了吗？怎么突然出现了？不要紧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当代的球神居然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，传出去的话可真让人笑话呀。林阳，我可找了你好久啊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手下败将啊。这林叔，他居然是一代球神大魔王。一代球神又如何，不是还沦为球坛的笑话。原来我爸就是那个体坛不可一世的神话。
千里交战，终有还我清白的一日。你等不到那天了。听说你的女儿已经进入了省队，年纪轻轻的，还真有当年你大魔王的风范。我可心了，手指断了，省队恐怕进不去了。跟我讲，你我的恩怨，祸不及家人。我现在要带木木去医院。走。莫成，你干什么？手指断了，半个小时之内还有希望接上，一旦超过两个小时，那就完全接不上了。半个小时之内赢了，我就让你走；若输了，那莫去，你就带着你的第二个遗憾，让你的女儿记恨你一辈子吧。高桥，你是愿意当一辈子的奴，让你女儿的手指永远接不上，还是跟我打一仗？你自己选。好，我跟你打。各就各位，比赛开始。高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以为你的球技会有所进步呢，没想到还是这样的平平无奇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呀！哈哈，大魔王，你不过如此吧？你就是一个不用兴奋剂的废话。瞧瞧你今天这种穷酸样，还想赢东瀛做梦？高桥，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。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东瀛至尊的厉害。哎呀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只会服用兴奋剂的孬种废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的激将法对我没有用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你一直没进步啊，还是当年那么自负。今天你输定了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荣耀。这是风云球，但是看高桥的表情，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不敢。老天不公，为什么生我高桥，要降你林阳？你以为我还会按老套路出牌吗？当开卷考试，高桥，就你这样还想赢我？高桥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慢着，林阳，你会后悔今天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就他那自负的样子，还想赢我们的球神，简直做梦！就他也配和林叔打，连个汗毛都不配。对呀、啊，林叔，你真是太帅了，不愧是我们大夏的骄傲啊！木木，爸，知道你是一代球神大魔王的时候，我是震惊的，但我也相信我的爸爸是不会服用兴奋剂的。木木，你相信我？木木，爸爸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木木，林叔，你别着急，师姐还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件事情。对呀、啊，等师姐想好了，她自己就回来了。师傅，麻烦快点去盛世乒乓球馆。爸爸是那么正直的一个人，那么骄傲的一个人。怎么会服用兴奋剂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，证明爸爸的清白。
比赛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，这里一定会有八被陷害的真相。原来如此。木木怎么还没回来呢？木木，师姐，木木，你快放开他，他的手受伤了，现在需要治疗。治疗？好办，我还得再打一场公开赛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女儿就能回来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不听话。你现在这个年龄段，再生一个闺女也没什么。卑鄙无耻！上车。师姐，师姐，你说你可怎么办呀？放心，我会救出木木的。有了这小姑娘，还怕她林阳再乖乖听话吗？哎呦，这林木木，他可是林阳的亲侄儿，只要他在你手上，到时候林阳就得乖乖的跪在你脚下。到时是断手还是断腿，你说了算。林阳碎尸万寸都不为过。哎，你急什么？咱们得慢慢玩这游戏。咱们赢定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林阳跪到我面前的样子了。林阳，游戏开始了。东满，我女儿呢？放心，你女儿现在安全的很。你绑架一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？当年你们大夏国在球坛只手遮天，处处和我们东瀛球坛作对，我现在就要毁了你们大夏球坛。我堂堂大夏国最不缺的就是冠军，岂是你们这帮东瀛人想毁就能毁掉的？整个球坛也会以你们为耻的。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那你就要毁了我们东瀛球坛吗？我从来都没想过毁掉谁。比赛场上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只能怪你们自己技不如人。看来你是要一意孤行了，那就让我们看看你可怜的女儿吧。师姐，木木，师姐，木木，你别怕，爸爸来救你了。看，你放心管我，快走，这是他们设的圈套。好一副父女情深的场面呀、啊！不过很可惜，你们谁也走不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快放了他！放了你女儿？可以啊，只要你陪我玩一场游戏，一场死亡游戏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女儿已经被我注射了最新型的毒药，只要24小时之内不注射解药，她就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游戏很简单，跟我们打一场球赛，一场单打，一场双打，单打三局两胜。啊，不要答应他。双打举三胜，那你放开他。你只要输了一局，你女儿就会没命。24小时之内你赢不了比赛，你女儿依旧没命。只要我赢了你们，就放了我女儿是吧？放心，我们东瀛人最讲信用。木木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爸爸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哎呦，你死了！对不起，我手抖了。你就是林阳，那个服用兴奋剂的废物，我要打败，然后玩弄你的女儿，让他们看看大夏球坛不堪一击。女人至于
有人诋毁我，但是打败我的还不存在，我会让你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来到本次全球直播慈善晚宴乒乓球大赛的比赛现场。首先，让我们感谢本次比赛的赞助商松本先生。为什么让藤田伤？之前的我都打过林阳，我赐予了他我们东瀛最新研制的高科技球，他现在的实力上升了两倍的武值，而且就算他输了我们也不怕。接下来请双方球员入场。位于球桌左侧，曾经的大魔王，被誉为一代球神的林阳。什么？林阳？就是那个20年前使用违禁品遭到终身禁赛的林阳吗？哼，那个林阳就是个臭作弊的。我们相信林阳使用了兴奋剂，肯定是被冤枉的。哎，你懂什么呀？都被踢出球队了，那还有假？位于球桌右侧，中银新生代强者藤田。好，各位。为了营造比赛气氛，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会设立一个赌局。藤田，打败这个臭作弊的。藤田加油，藤田加油。林阳一定要加油啊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在我高科技球拍面前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任人欺凌的弱者。别得意的太早，小心乐极生悲。因为球拍的增幅，他的球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都快于常人。一代球神也不过如此，你和你女儿就等着给我送死吧。爸，你和大夏球坛已经是过去式，胜利是属于我们东瀛的，你就乖乖跪下磕头认输吧。大力攻杀，精彩啊！藤田使出了他的成名绝技大力扣杀，如果林阳接不住的话，他可能输掉这场比赛，胜利的将会是藤田。因为年纪上来的缘故，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。藤田利用着高科技球拍，进攻很猛。不过为了女儿，我一定要接下这球。爸，我相信你。原来如此，并不是林阳的瞬时反应速度快过高科技球拍，而是林阳已经彻底看透了藤田的攻击意图了呀！小小东瀛不过如此。你所有的套路都已经被我识破了，不要得意的太早。爸，不好，得速战速决。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林阳的反击开始了，来，林阳的球风长短结合，让藤田疲于奔命，不断的在球桌左右两侧来回奔跑呀。哎，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吧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拥有了高科技球拍的我是不可能输的，我去死！哼，这东瀛还是这么不讲武德。挖球失误，这挖球失误。原来林阳不断的激怒藤田，导致藤田发球力度过大，这一局林阳赢了。
这十足的本座。废物，你输了，你知道规矩是什么？刚才只不过是热身，你赢了藤田又如何？你永远不可能赢得了东瀛。我说过，不管是在这个小球上，还是在整个地球上，大夏只能永远被我们踩在脚底下。你在说什么吗？管维护大夏尊严，吾辈义不容辞。好一个义不容辞！本局领胜，下一局才是你真正的对手。林阳，我们又对上了。是你啊，你怎么没像刚才那个一样去切腹自尽呢？我当然不能死，我还要打疼你。你看看你现在是肉体凡躯，而我已经植入了升级芯片，改造了钛合金骨架，肉体苦痛，我已滴血飞升。就算你有天大的能耐又怎么样，在他的面前你就像是在挠痒痒一样。林阳，你这局输定了。少废话，来吧。怎么害怕了？我怕什么？一个肉体之躯，而我有科技傍身，该怕的人应该是你。故意拖延时间，无情。看见你痛苦，我就很爽快。发球超时，召唤发球权。林阳，根本不知道机器人是啥，输定了。春上一个扣杀，林阳显得无法招架呀。现在的春上确如松本所说，他无论速度、力量还是技巧都高于人类，而且他的眼睛应该可以进行路径演算。姚崇小弟也不过如此，等我赢了先送你上路。林阳他只是运气好才能赢第一局。林阳你个废物，别打了，滚下来，滚下来，滚下来，别打了。够了，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？怎么跟东瀛人穿一条裤子？我劝你还是乖乖认输啊。我林阳在赛场上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挑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吃我一记五炮扣杀。五炮扣杀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作弊了！你以为植入一个芯片就能赢我吗？芯片是人类发明的，想用它来取代人类，你们也太愚蠢了吧！
林阳这球恐怖如斯啊！我看又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了吧？你胡说！春上实力那么强，林阳肯定是靠自己实力赢的。哼！林阳，我跟 boss 说了，这局你必须输。痴心妄想！你想想你的女儿吧，我跟 boss 刚说了，只要你认输，就放了你女儿。哼！你最好现在就给我答复，不然你女儿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因为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天把它送给你。我宣布本局比赛春上胜。不会吧，林阳竟然输了。哼，我就说吧，群怕少壮，林阳的时代他早就过去了。春上，春上，春上。我说了，你们快放人吧。精彩的表演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但是在我的地盘上，即便你认输也救不了你的女儿。你们东营人不讲信用，刚才说了，只要我输了比赛就放我女儿的。哎，我是答应你的要求了，给你女儿打个血清。哎，快放他！你放！你木木！啊！放开！放开你的脚！不要激动，我确实承认你的实力很强。不解决你，你就会成为我东营球场的心头大患。来人，双飞。是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不会向东营屈服的。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！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！看看，这就是跟我东营作对的下场。爸，你快醒醒吧，你别吓我。爸，你们不得好死。你爸爸的双手已经被我捅碎了，是个彻彻底底的废人了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爸爸，拜托你们打开急救电话也好啊，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。真是的，老板，这个女孩怎么办？这个女孩还有利用价值，把她扔到地下室去。至于林阳，哼，当个垃圾处理掉。是。嘿嘿嘿。张林，何林，何林，何林。可以，可以，站住！站住！默默，默默，默默，老林，老杨，我女儿呢？默默呢？你别激动，默默还在东营人手上，你先把药堵了来。这是哪儿？这药是？你忘了，
当年你用这个药救了我，现在我用它来救你。谢谢你，老杨。老杨，我好多了，我要去救木木。老林，木木，哎呦，老林，木，你慢点。老林，木木，木木，爸爸来救你。爸爸没有，爸爸也救不了你。这是干啥呀？起来。爸爸没有。你先把伤养好，有了这个药，你恢复很快的啊！我是个废人了，那怎么办？最后才能救梦。林瑶，你得振作起来，你女儿需要你，大夏秋坛需要你啊！你觉得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能救得了木木吗？林瑶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！木木现在还在那些人手里，他是那么的相信你，只有振作起来才能救得了木木啊！我真的可以吗？你更要相信你自己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有国才有家，大夏秋坛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为了国，为了木木，就算心里再急，你得让自己强行的冷静下来，你知道吗？谢谢你，老杨。那天要不是你来的及时，我就……咱俩这关系，你跟我客气啥呀？那天我看你接了个电话，就急急忙忙的走了。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儿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木木还在他们手上呢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但是我觉得人多力量大，我建议你再多叫个人，比如你的黄金搭档。你也知道我跟他，只要你去找他，就肯定能成功。为了木木，哪怕我求他一万遍，都没问题。好，等你成功了告诉我，咱们即刻出发啊！好。你好好养伤，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木木，爸爸去接你回家。谁呀？大宝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咱俩好久没见了，我给你带点东西。滚！大宝，我是过来让你帮我个忙的。哟，什么忙能让你这个鼎鼎大名的大魔王来找我这个小哥呀？咱们女儿被人抓走了，我想让你一起跟我打个比赛，打赢了才能救咱们闺女。所有和大学相关的事儿我都不关心。林阳，你别以为你随便说几句话就能打动我。哎，大宝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看在咱们闺女的面上，你救救她行吗？你女儿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大宝，你这双打就要开始，这林阳怎么还没到啊？他肯定是输不起，你们大夏的乒乓球就是垃圾。他快来了，他可是我们的大魔王。什么大魔王？来了不是还是输？林阳来了，林阳来了，来吧，开始比赛了。着什么急啊？人还没到呢。不管你找谁来，我一定。爸爸，张浩龙，你怎么会跟东瀛人在一起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在东瀛平步青云，一飞升天，而你却要在这儿靠着卖假来回生。我估计啊，连口热猪都喝不上。金钱、地位，难道比生你养你的土地还重要吗？生我养，都是自私的，谁不想活得更好？金钱没有权利，什么都不是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，要依存于他的国。梁啊，你一心守着这个球队，守着大夏，有人在乎吗？有人关心你吗？没有，谁在乎？不如加入我们东瀛吧。白日做梦，永远都不会背叛自己的球队，背叛自己的国家，更不会当东瀛人的走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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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别怪不客气。什么招，那就使出来吧。梁，这可是双打比赛，你一个人就想赢我们吗？打你们俩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
就凭你那双笨手吗？你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啊！我宣布，本次双打比赛现在开始。比赛双方由林阳对战张浩龙以及 BOSS 女士。少废话，按球。不可能，他手不是废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。林阳，你也不过如此。林阳，你瞧瞧你那狼狈的样，要不找几个队友来帮帮你啊？别怪我们欺负人哦。哦，我都忘了，你说谁会愿意跟一个吸食兴奋剂的败类联系在一起呢？哟，这就生气了呀？那我要是告诉你，当初兴奋剂就是你教练下的呢？张浩龙。还说到甚至的呢，要怪就怪在你当初惹了不该惹的人。陈浩龙，你无耻！你还是赶紧担心担心自己的比赛吧。这场如果你输了，我可不敢保证我跟你会怎么样。这比赛我一定赢，还一定赢？林阳，你凭什么赢啊？你连个搭档都没有，你想屁吃呢？谁说他没有搭档？谁说他没有搭档？大宝，你怎么？我想我应该相信你。大宝，你怎么还跟林阳一起打球？你忘了超赛就是因为他而解散的？你背叛了大夏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？我可是你们的教练。教练，我以有你这样一个胖虎的教练为耻。你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我们不需要你手下留情。大宝，小心点，他对我们的打球方式很熟悉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见不出他的球？现在明白你能跟我之间的差距了。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这场比赛你们输定了。我们才会输给你这个叛国贼！你们怎么发力都是我教的，还想赢我？做梦去吧！少废话，按球！拿走他脏的！这怎么打？冷静点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。你这个废物能不能想？这次他一定是偶然得出来的，再来！这废物想想办法！球都可被接不住。我宣布这场比赛林阳胜。不明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对这场比赛提出质疑。
道他在前到底有没有服用兴奋剂。张浩龙之前的比赛他就使用兴奋剂，他就是乒乓球的败类。他一个使用兴奋剂的人就一个滚出大侠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我就不信这场比赛他没使用兴奋剂。张浩龙，我为什么当初会被查出使用兴奋剂，你应该最清楚吧？说那些有什么用？你有证据吗？我迟早会查出来的，这辈子都别想查出来。在泥里待着，我让现在我的清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现在不是个国手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父亲。你们把我的女儿放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好吧。好。爸。木木，怎么样了？我有证据，是证明我爸被诬陷的证据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证据。林阳是被陷害的，都是那个卖国贼干的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视频一定是假的，我要找人告你们，我要找人告你们。张浩龙涉嫌污蔑运动员，现将你抓捕归案。哎呀，爸爸，救救我！我可是给你翻身了呀！这话我不认识的，快把他带走！林阳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太好了，终于真相大白了。